求主尋求神的面。这首诗歌呢，尋求你的面呢，其实呢是来自呢诗篇五十一篇，大卫犯奸淫同埋杀人之后呢悔改的诗来。我相信呢，大卫是很爱神呢，为神的仆人啦，但是呢他很真诚地去面对自己的罪，并且愿意去神面前求主赦免。我们是啊，神就是这样去喜悦我们，去到他面前谦卑，去他面前去祷告寻求他面，也都求主光照我们每个弟兄姊妹，看看我们入面，我们的内心里面，我们是否仍然好像大卫那样需要认罪并且求主赦免。我们一起去唱这首诗歌，去坦然面对我们自己。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恩待，按你丰盛的怜悯吐沫歌化，求你将我满的烟洗除净尽，洁除我的罪。发生的战争可以突然间加剧，变为一个
好細嘅戰爭，呢、這個世界都可以進入個災難嘅時期。求主幫助我哋企得穩，靠耶穌企得穩。耶穌幫助我哋喺神面前悔改，跟從你行你嘅路，係你所喜悅嘅。想借罪污身，想借罪污身，你關心高主愛惜境內中，罪人何作死？神願犧牲，今世活法高恩，直至效忠主，在這一生盡聖經去行道，為何常呼收埋咗冇用，咁呢一個咧就係又惡又難嘅仆人。希望我哋唔係，希望我哋真係預備好自己，去俾神使用，將生命獻上，珍惜我哋有嘅機會。一方面祝福人，亦都一方面咧祝福自己嘅。主若今日接我靈魂，主若今日接我靈魂。
受与天父。主耶稣帮助我们反思，你都想到其实我们祝福人是很有福的，因为为什么呢？那个人能够永远在天上和我们一起是很有福的。所以求主帮我们反思我们的生命，主若今日接我的灵魂，我是不是忠心？因为等到最后那天才忠心呢，现在我们开始就忠心了。主若今日接我灵魂，我能坦然地祝福，决笑赞我向主献赠，赎最大恩不白受，功勋美成我这归附，无论与自己罪孽，你令一日来归耶稣，岂可空守回天父？最伤死也去到往日，便是离愿再去到，我敢奉献全身全心，天主命令行其路，共受美成我这肺腑，无论与自己人处。更新我的生命，复兴我们的生命，复兴我们的生命，叫我们喜悦去亲近你，喜悦去侍奉你。求主燃烧我们的心，帮助我们的心火焰，帮助我们的心关心失丧的灵魂。求主赐复兴的火，
我哋就靠耶稣，从亲近耶稣，从耶稣得力，时时喜悦耶稣，时时欢喜神。使用我，使用我，提升我，使用我哋，
提升我们的生命。主耶稣，帮助我们进入你的计划里面，行入你的计划里面，求主祝福怜悯。多谢天父，多谢耶稣，哈利路亚。我们敬拜祷告奉主耶稣圣名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，多谢耶稣。